난 너도 믿어버려. 需要找到日军化学武器进攻计划，还有伊藤秘密部队的名单，以后这都是控诉日军的证据。 自毁装置要启动，这栋楼的日军不都被我们消灭了吗？伊藤，一定是他，只有他还在办公室。哥，你留在这儿继续收集文件，我去看看能不能完成的资料。记住，你只有十分钟时间，不管怎么样，到了时间一定撤。赶紧取证，走。
这就是化学武器进攻计划。伊藤化学部队的人员名单，还有五分钟，撤，撤，走。伊藤呢？好了，事情到了。 陈毅，你发动汽车，我去发信号，准备撤退。好。乔，下面有信号，是陈毅和郑楚他们，接应地点已接收上，快。 陈毅呢？被抓了，伊藤回来过。那现在怎么办？鬼子全军就快到了，你带着文件进车，我去救陈毅。魏国，我也去。郑楚，我比你们任何人都在乎陈毅，相信我。水手，大力，走。上车。 Thank you.
伊藤，出来吧，我知道你在哪儿。走。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吧？伊藤，从你用枪指着他脑袋开始。 你已经活不了了。哼哼，无论我是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找到我。周先生，我很是佩服。放开他。哼，我放了他，你会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周先生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叫陈怡吧？我说了，放开他。 只要你放我离开，我是不会伤害他的。伊藤，你死定了！哼，那就开枪吧，把我们两个都打死。我知道你是不会开枪的，周先生。我的部下全部阵亡，我的基地已经被你毁掉。 你已经完成任务了，你就不想带着这位陈一小姐回去吗？只要你放我走，我就放了她。我答应你。说过，你死定了。看样子，我不用急着走了，最多再过5分钟。 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很佩服。这5分钟的时间，就算给你一次机会，你考虑一下。如果你归向我们大日本帝国，我们会重用你的。哼哼，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 把枪放下，放地上，叫他放下。周先生，既然我们一起。 静的等待吧，周先生，这一切就要结束了，你输了。伊藤，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在你用枪指着他脑袋的时候开始。
ラジオさん、敵の姿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バカ野郎、畜生。就送到这儿吧，我先走了，大家保重。天津，你准备去哪儿？去重庆，那里还有任务在等着我。保重。保重，你也是。两个，带着队员们先回虎头山吧，我们还有事情。我们先回去，那你呢？新浦已经查到了，徐博文在南京。去南京？这样太危险了，我不同意。我是队长吧，该我来决定下一步任务该怎么计划。在我看来，只要徐博文没死，我们的任务就不算结束。卫国，我别跟我争了，你争不过我的。好好回虎头山去，那边还有很多任务等着你们。一定要去吗？一定要去。那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的回来，一定要保重。保重。南京的同志已经把武器给我们准备好了。徐博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这老小子自知罪大恶极，足不出户。他的办公地点现在就在自己的公馆内，靠电话联系。公馆内外有20多个警卫把守。明天晚上，当的情报机关要给他开欢迎晚宴，地点就在公馆内。兄弟，我苏金普一直想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是有件事情，我怕一会儿进了门没机会说了，所以我得说清楚。什么事儿？刘远，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捕，差点被枪毙那件事情，是我干的。我当时已经是军统的人了。行了，别说了。这些啊，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还是并肩作战的好兄弟。亲爱警长，一切撒谎了。
回去吧，行不？你先回吧，我们的同志很快就会来江边接我们。保重，保重。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我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同志们，为了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上级党委命令我们团伺机突围。突围后是向着鲁中鲁西，还是与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由我们团自行决定。同时啊，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地区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的抗日。这个支队长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李勇同志任政委，张楚同志任副支队长，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同志们，大家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离开生活战斗2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这心里也不好受。但是我们现在离开虎头山地区，这是暂时的。等我们将来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会打回来的。对。下面我来说一下具体的突围计划。今天晚上9点半，团部主力运动到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周卫国带领1营3连和团属炮兵连运动至鬼子东边的第一道封锁线。9点45分，1营3连和团属炮兵连要向鬼子东边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猛烈的佯攻，来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点，团部主力开始隐蔽突围，争取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西面的3道封锁线。突围以后，各部队所处的位置散会以后，团部参谋会下发到各个营。同志们，你们现在最大的任务是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同志、李勇同志、赵杰同志、赵守田同志、张楚同志、徐虎同志、陈毅同志，你们留下，其他人散会。卫国，你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哎，我不想听你说这个，我想听你说说心里话。团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算鬼子不来围剿，我一样追着他跑。您能把我留在虎头山，我实在是太谢谢您了。卫国啊，上级命令我们留下一支小部队，在虎头山打游击的时候，我和政委第一个就想到了你，也只有你才能担当起这个重任。只要有你周卫国在，就一定能把虎头山地区给他搅得天翻地覆。报告团长，我怎么没听明白啊？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说我老给您闯祸呀？你还知道你闯的过多呀？怎么？我不能批评你啊，啊！哎呀，坐下坐下。卫国啊，把你留下，主要是你有大局观念，打鬼子有经验，3年的战斗力，又是全团最强的。你呀，在虎头山地区，群众基础又好，和莱阳县大队配合的也好，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团长，我没其他的意见。
我就是建议您今天突围的时候带上我的特战队，他们这些人对这里的环境非常熟悉，可以给大部队探路。也好，等突围以后我一定把他们归还给你。同志们都累了，回去休息吧。啊，哎，陈毅同志，你留下。小陈啊，咱们也走走吧。是。组织上把你一个人留下来支援地方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吗？我没有什么想法，服从组织的安排。嗯，好。你和魏国都经历过很多，以后什么样我不知道，可是命运呢又使你们相遇了。哦，对了，你觉得魏国这个人怎么样？很好啊，他真的是一个好的指挥员，在战场上就像战神一样。那要是不在战场上呢？魏国这个人呢，一离开了战场，像是换了一个人。他的心里啊，有一个很大的心结。心结？是啊。哎，魏国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啊。啊，他是个英雄，像铁打一般的汉子。他的情感呢，非常的强烈，强烈的，甚至能把自己给烧死。你跟他相爱过，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方面，你应该多帮助一下魏国同志。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周卫国的。好，好啊。八郎啊，我们的第一包围网突破した。けれど、その先に。また日本の封鎖線がある。八路の主力の位置は現在まだ不明だが、我が各方面の情報からでは、奴らはまだ我々の包囲圏にいる。また、岐阜港と三沢の方にも兵力が集結していて、最短時間で古東山地区を囲める。八路の姿が現れると最速制圧する。戦機を掴んで敵を殲滅しろ。はい。魏国，差不多可以动手了。战士们，我们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团主力已经开始突围了，而我们。必须用重武器开路，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他们以为我们才是团主力，这样主力才能成功突围。明白了吗？明白。上。人数はあの壁から水戸からでは軽重武器は八路の主力軍のもののようです。よし、八路の主力もいよいよ出たね。今度こそ逃がさないぞ。伝令しろ、目標三山地区、包囲圏を縮めよ。はい。
一他已经冲破我的电报围圈，打开了圈口。给我冲！是。哇！二三日を知らせ、八路に突破されました。バカ、おい、すぐ追うんだ。必ず捕まえろ。はい。進め。现在的任务，从掩护突围，并且保护自身。你们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由于我们的突围方向，鬼子一定在这里布置了重兵把守，所以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们现在会掉头滚火龙山。好奇，既然大家都同意，那就李勇、张楚各带一队，我带一队。看看，陈毅跟谁一起？陈毅得跟着你，现在的情况随时都有危险，陈毅只有跟你在一起才能保证安全，我才能放心。出发，你几个走。已经被包围了，同志们，狭路相逢勇者胜，跟小鬼子拼了，给我上！绕吧，多走两天路至少安全。皇上是副连长那边，是张楚他们必经方向。那咱们回去救他们吗？来不及了。这样，咱们也打，把鬼子引过来。兄弟们，走！
没想到，四面都被鬼子包围了，我们竟然还能冲出来。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你真的以为是鬼子没用了？听见刚才的枪声没？听见了，那边确实响枪了。肯定是魏国他们，为了救我们，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去了。原来是连长他们，那咱们怎么办？要不要去救连长他们？不用了，要是周魏国跑不出去，我第一个不相信。咱们再回去，就辜负了魏国的一番好意。同志们，我们走。走，走。坚强。